先进老家店。先进又店又。开炮了啊，秋子！减肥了，减肥了。开炮了。先加子弹。今天上午，丫头哥、三哥、伯父他们，就是灌了三根柱子嘛，然后就一直在下雨，休息了一个中午，现在雨停了，还剩最后一根柱子，要把它全部灌好，呵呵，等它硬化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盖顶了，然后就厨房和卫生间的基本的造型就已经完工了，所以我们要加快进度啊，现在到春耕季节了，很快就到农忙季节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要加快进度。我也懂弄弄吧，现在要。哎，我看你这个还挺懂的不？那必须啊！转不动了，打水进去，快，转不动了。哪里啊？又下雨了，我靠！不会吧？工种最适合减肥了。再搞点哦，里面有很多水。你要把它移进去啊？不会撞的。差不多可以了。别那么慢，别那么慢，别那么慢，太多水了。不多，还不够，这个还要这么多。哎，把你直接过来。差不多。来，我来了。你又不会。你们去哪里来呀、啊？哇，你肚子里面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给我看一下，你给我看一下，你看什么？
搞点东西。搞一搞一搞。咦，搞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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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办干哦，不干哦，不干干哦啦，我管他。升级的，升级贵贵贵贵贵的。哎，你这样子，嗯，发几斤肉啊？这不得被我们切了，我们加升级的呗？加了没有？没有，多少？你切完等于不要去等于老公了呀？不要老公了？没有，我又没切完呢，啊，没有了。今年收呢，可是我等大整车。雨都浪了，又下大雨了，你看下面。丫头哥，这是苦力活，还得你们男的来哦。你来啊，剪头。我做两天受不了了。唯一的信念就是这个可以减肥，真的很辛苦啊！你要把这里建好了就方便了。这边可以直接通到这后山来吗？对呀。然后这里可以上去。我在想象以后从这里搭一个天桥，这上面有板栗树，感觉特别舒服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景好漂亮啊！往那边一拍，感觉是人间仙境，天然氧吧。后塘边也是天然氧吧，所以我们都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，是吧？对。我在县城憋坏了，我跟你说。哇，你看这个。我靠，这两个跟恐龙谈恋爱啊！这两个美女，裸体的不能拍，他们都已经把他们玩具都搬下来玩了，哎，哇，这个丫头哥这模仿能力没得说。那个非洲的那些封臀妹啊，封了臀以后就这样走，是不是？我也去封臀，我跟三嫂，我跟三嫂打算去封臀。三八节那天我。给你们，给你和三嫂一块，一个人寄一块封臀垫好了。我跟三嫂说，我们两个那个屁股不翘，准备去封臀了。直接买一块塞进去就行。嗯，不聊了，继续干活。拉完这一车就完工了。哎哎，我吓死我了。一开工就下雨啊，不容易啊，这个工程做什么事都不容易。可以收工了是吧？好，那我走这边下去了。